ІСансії Ха, Уклан Байтан, Кулі Пашу, Уклантян, Танкліємонте, Діботяфуту, Тішо Іба Арші чи Ібай Сишля Сі Можу лише відзначити, що у першій хвилі внесків Збройні Сили України отримують від 120 до 140 одиниць сучасних танків західних моделей. Це Leopard 2, Challenger 2, М1 Абрамс. І дуже розраховуємо на Леклерк. 库列巴说，目前原乌坦克联盟有十二个参与国，但罗列所有国家及其实际贡献还为时过早，因为有些国家仍需按照内部程序正式批准决定。库列巴说，基辅将继续致力于扩大坦克联盟，增加原乌坦克数量。乌克兰防长列兹尼科夫一月三十一号访问巴黎，并与法国防长勒科尔尼举行会谈。 勒科尔尼说法国将向乌克兰再提供十二门凯撒榴弹炮。当被问及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问题，勒科尔尼说没有什么禁忌。他还说法国与乌克兰已经讨论了训练乌克兰飞行员来驾驶法国战机的事项，但尚未做出决定。英国首相苏纳克的一名发言人一月三十一号说，英国认为向乌克兰提供英国自己的战斗机并不合适。 因为英国的战机在维护和使用方面极为复杂，仅飞行培训就需要数月时间。英国将继续与盟友讨论什么是正确的方式。波兰副防长斯库尔凯维奇一月三十一号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目前波兰并未正式讨论向乌克兰提供 F 十六战机问题。此前一天，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记者会上宣布，波兰将向乌克兰移交 F 十六战机。 但这只能是与其他北约伙伴协调行动的一部分。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一月三十号说，北约应该停止划定所谓红线，并向乌克兰提供其需要的任何武器，包括战斗机和远程导弹。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一月三十一号说，立陶宛总统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凸显出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及其咄咄逼人的立场。 而欧洲主要国家应该制衡他们的立场。